算了，还是钥匙吧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是的。上。勾一个，勾的真歪呀、啊。救救救救！一换一可以接受啊。完了，我有点后悔了，我不应该点，我不应该点皮孩的，我点皮孩出不了了。你勾他干哈？你跟我说一下，你能打过他呀？我这出啥呀？我这啥也出不了啊！出个布甲没法出啊，不出了，啥也不出，啥也出不了。300块钱，我这要是多兰戒出门还行。嗯，好推，嗯，好推，你不推这个线儿，我还吃不着经验，兄弟。抽一下。抽一下，拍地板，平 A， 平 A， 他不会去断兵线了吧？抽一下，拍地板，让他砸了。那致命点烟，抽一下，放死。抽一下，不打了，回家了。我说停停，来个这个，来个这个，出个眼儿，出门。算了，这样吧。哎呀，为什么我点了鞋呀？我没点鞋就好了。我点了鞋，我还出不了。我300块钱只能留着攒利息。水滴没有用啊，我们不缺蓝，而且我们也不缺不出魔切。全速前进了。可以买个护甲，不出日炎，不出护甲装，买布甲干啥呀？买了就亏钱。缺蓝吗？不缺蓝啊，我这饼干加上我抠你一下，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，拍地板。抠你一下，插个眼儿，等个包皮，拍地板啊，抠你一下。
抽一下。拍地板，他把技能用了，我们啥也没用。人没了，他上哪去了？你干啥呢？你啥意思啊？致命点呀！六分钟了。一下走位，拍地板吃药，大姐来平 A， 好的。抠你一下，跑得快，追不到。回家了。美甲窃魂卷，现在不出美甲窃魂卷的炼金一会儿无限送，我们不合适，知道吧？哎呦，好意，闪现重置普攻。闪现不重置普攻，这里有个老实人，我们赶紧快来孤立他。插个眼儿的，我抠你一下，拍地板。什么时候给皮孩啊？九分钟，抠他一下，这干什么呀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，再给抠，走呗，这给抠的不开心了。我一看呢，你到底能不能恐惧着他还？啊？我们去趟中路啊！哇、wow、哦！赵三哥来左边了，直接一个 QE 把他收了，再把中路小黄毛给杀了。呀、yeah? ，他没来，这说明什么呢？你不会以为这样你能跑得掉吧，兄弟？我甚至不慌，还切一手平，你明白不？你不会以为你能走得掉吧？这样吧，
抽你呀！你看，这要不出美甲窃魂卷，这炼金白送，是不是不给钱？我们就亏了。收割者比炉灯伤害高，炉灯不加强了吗？救命啊！杀人了！别！好悲！别追了！追个屁呀！你等一会儿，你等一会儿，你别着急，我大没好呢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又来了。好飞。给我死！要强杀我，我有大，他俩不敢。正在呢。回家了，十一级了，我们八十秒一个大。我差点钱，炉灯看出来了吧？那我来吃个塔皮，咱谁也不欠。压吧，炼金上路线我已经给他了，反正我们都炉灯了，但确实好像炉灯不是那么很厉害。笨样吧，拆塔那哎一下30滴血，那肯定不可能让你回家，你知道吗？那是100%不可能让你回去的。哎，小黄毛这有意，可恶啊，可恶的小黄毛。没办法，我追不上他了。最后右边小黄毛，下边赵信。但是小黄毛这成功的惹怒了我，不是我省大。你会用一个大招就杀一个100块钱的人吗？这不得犹豫一下子吗？我拿大杀他才亏呢。
你知道那赵信搁下面啊，净老马后炮，一整神我一杀了，哎呀我一死，哎呀菜呀，哎呀你就省大，哎呀，把这 ADC 给我杀了。哎，关键石头人大招快，70秒一个大就快呗。俺俩指定是没完，俺俩肯定是没完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小伙子，俺俩指定是没完了。你野了不该野的人，我先来个大棒子。EJ 反应快啊，刚才我估计他可能提前看着我了，我估计哪里有眼儿，他不能是反应，没有谁能这有这种反应，除非他手一直按在上面，临时反应不可能反应的过来。打不死丢了，怎么这炼金这0-7的还无敌了呗，现在还是不无敌了，一个我无敌，一个我看看0-7的现在都能杀人了，杀人就算了还杀俩，在那点的骸骨镀层，刚才被打掉多少血，人呢，为什么没人了，小龙，既然我们无法再出一个大棒，那我们选择直接来一个法穿吧，打不死他走位一下呢，怎么甩着我了呢，我来看看他们家那个镜在哪里，射我，射谁不好，射我，我是你，我没有大呢，怎么射我，
你能不能帮我恐惧完他你再走啊？这炼金杀四个人了，很难想象如果炼金没有灵杠七将是一种什么结果，兄弟们，很难想象，太可怕了。哎呦我这都 A 呀，砸死了吗？先吃个药，一箭三雕，一炮三响，你还起来了啊？你还给我起来了还？那怎么死的呢？卡莎，完了啊！完了，炼金给我还瞎当了。那卡莎是怎么死的？掉了，掉掉吧。如果这个书我们不掉，后边杀人它就不会涨，那样我们是不是有点小亏？我发现还是得杀这小黄毛。飞，好飞，真的不杀小黄毛是真是不行，我发现是真是不行。俺俩指定没完，小黄毛，俺俩肯定没完了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俺俩没完。没死了，卡莎死了，俺俩肯定是没完，小黄毛。这大招吸地太慢了。70秒一个，跟那个收割者有点比不了。3、2、1，我们出来。咦？太追呀，咋那么狠呢？咋那么狠呢？勾他来。哎，后边有个塞纳，还不得不搭这个炼金，搭塞纳还搭不死。那塞纳吧，我血量有点高，还不是那么很好杀。你干他，你不能让他一直点你啊，一直点你不给你点死了吗？哇
加爆了啊！哎，这塞纳行啊！哎，这塞纳好像挺厉害啊，我想来一把。我整一把，我下把整一把。我整一把。挺折磨人呢。给我点死他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打大龙！来吧来吧来吧！先吃口屎！把炼金杀了。哎呦啊，这炼金有虚虚的啊，炼金虚虚还挺高。你们说这四层美甲窃魂卷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吧？行，死没死呀？这为啥没死啊？加血了。 What the fuck，是给加盾了还是加血？最后我们来一个星界驱驰就可以了，法强也不高啊。塞纳出完这两件装备还出个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要，我知道辅助能这么玩，不知道这玩意儿整个上路行不行。来中，烟儿没？有没有扫描？好勾！后排都跟不上。小黄毛可挺烦人啊！哎，别打那炼金呢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硬往我脸上冲，那能行吗？我觉得还是来个沙漏吧。炼金杀疯了，还是不行啊！这炼金是零杠七的，你说这要是不是零杠七，这得狂成什么样子？嗯？呀，我们家龙魂呢？还是杀小黄毛吧，
小黄毛后排有伤害，别人后排吧，这都没伤害。1700，我们一会儿大过去，最好能大个四五个、五六个、七八个。大完以后完事儿，我们一盯，队友一收割就完事儿。哪那么多眼儿啊？谁的眼儿？这里一看，这就是有眼儿。你们家这么多远近改造吗？我为什么能排三个呀？都谁的呀？不就一个吗？远近改造无限的呀。好攻。把这炼金给我杀了，妈了个巴子的，给你狠的，看来不行啊。卢仙呢？卢仙怎么没了呢？卢仙，鱼，还得我们呐！哟，哎呀，心疼啊！伤害不应该不够啊，其实卡莎装备还可以。把这个卖了吧，换个收割者。大招冷却时间不行，太长了。不要炉灯了，炉灯我蓝是够用的，要不然那伤害不够了。把这炼金给我杀了，不行，还是得杀塞纳，你知道吗？不杀塞纳不行事儿。虚区呢？来点虚区，这都打不到。妈的，双抗150在我们家横着走，操了！横着走，等个4秒钟。卡莎，快出来守塔！卡莎，我给打死他！还行啊，那赵信其实没啥装备，赵信就两件装备，还行啊，可以接受。来，死光了，快点，对面死光了，快去。哎呀，漂亮！快，龙魂了！快，别让他进，给他打了，被龙魂了！你给我打死他！
快打，快打，快打，快打！对面这场少人，快！没事啊，那小黄毛由我来收他。打龙啊，那进二三杠十一，快把他杀了！别让小黄毛给 Q 死了，漂亮！我们家龙魂了，还行啊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哎，不对呀，你也有重伤啊，你这不有重伤吗？怎么能打不动人呢？不行就杀他就完事儿了呗，这有这还能有多用？我看看有多用。这家伙给他狠的，你瞧这。还能用成这个样子吗？给我中推 ，Q 了，给我上追 ，Q 了，减速到了 ，Go Go， 欧嘞欧嘞欧嘞，别怕，随便勾啊，勾一个，叮，队友呢，队友呢，随便勾啊，这不随便打吗？哎，这有啥好怕的呀？推塔呀，那满血，那怕啥？那两个 C， 一个满血，一个半血，他一个咒信六杠九三件装备，一个小黄毛的，换件装备。怎么害怕呢？你两千来块钱没有啥用啊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换件什么装备呢？世界专注啊，正在呢，哎呀，我们从后边来啊。你这时候要狠了，你说你刚才你不上去给我勾，你这时候又狠了，这卢仙在干些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捡了一个树吧？这我是本来我是想杀小黄毛的，你知道吗？但实在是没法杀了，进。哎，他们家有个小黄毛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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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黄毛追我们来了，小黄毛没追，快回家！小黄毛没追，小黄毛不追，可以啊。大龙可以，可以打呀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大龙，来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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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插眼了，快来，快来个人，来来我这儿。咻，这点不死吗？哎，先白刷他们家一个。二十一。
三七二十一，四七二十八，没关系。我觉得吧，就一个人，他即使再傻，你知道吧，再弱，给他点东西也是可以厉害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现在大龙 buff 加龙魂，我就不信了，就这还能打输了？啊，我就不信那个劲儿了，还。一会儿我们再加个远古龙，我就不信他还能打输。炼金全杀，炼金也就六件装备，俺们五个人三十件装备，他还能狠成什么样子？来，那卢仙马上也快六神装了，他点人一下他也不疼吗？来，马上远古龙啊，我就不信了，那远古龙加大龙，完了我线掉了怎么办？好啊，安上啊，来，这不传送吗？没事，别着急追他，你打龙，我先把这赵信给他轰了，没有眼儿啊，这不拿下？哎，是我一个，快，可以杀啊！远古龙，给我划了他，漂亮，死了，可以去。这远古龙加上大龙，再加个龙魂，再能打输了就别玩了。记了。